星光大道，特侦组已经针对要提这个法官吴宝开是陈水扁要提出抗告了，而今天特侦组也传出一些比较不满的声音，说当时呢，在这个周占春法官开庭的时候呢，让陈水扁跟他的律师哦讲了一个多小时，那三个检察官呢，包括特侦组检察官、公诉检察官，加起来只能讲十分钟。那他们一讲话呢，法官就说：“哎，你们讲的这些话，起诉书上面都有写了，就不用再讲了。”那当时呢，特侦组的力庭的主力检察官是岳芳如。那岳芳如大家都觉得说，这一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挫败啊，岳芳如要负部分的责任，他的论告是不是不够有力哦？但是岳芳如呢，之前呢有一个记录哦，今天这个有媒体披露，过去呢他曾经为了羁押太电掏空案的胡鸿九四次的个抗告，最后终于把这个胡鸿九给关进了看守所，当时他有过这样子一个记录。那这一次岳芳如还会有这个毅力，四次的抗告，就一次不成，两次、三次、四次来抗告，让这个陈水扁重回看守所。岳芳如对法律是很坚持的，你说他很坚持。他施茂林以前是当了检察长，他所以他的什么特别会，他起诉他的时候，他起诉他就哭了，人家骂他，他就掉眼泪了。岳芳如是真的很有战斗力的。那不要把说检察官向法院说继续押，然后法院不采，就认为是检察官的挫败，那是法院的职权。你讲得再好，法院不采你就是不采你了。我是认为这个哈，跟如果说今天是检察官声押被法院驳回，这个耳光是我就觉得有打耳光的味道。但是你都查完了嘛，查完了你一去，他押不押那是法官的职权。我的见解，检察官负责的是什么？你起诉书的好不好，那是检察官的负责。幸亏易宏有讲我的见解，我才稍微原谅你，要不然你这种预设立场的失败论者哦，好听你搞得深度。哪一个预败论立场？你就讲这法官已经检察官公开更快后嘛，不要做啊，伊都已经决定啊，这种讲法哈，除非你有100%的证据，最好少讲。但是果如传言说两边的时间一小时半对十分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觉得当然不妥，不成比例嘛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现在特侦组的三个检察官呢，不能砍拖啦。如果你会讲的话，十分钟也很长啊，十分钟也长。啊、那回到那个岳芳如哈，你讲四败四战哈，从好的角度来看有战斗力，有毅力。坏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你要想哦，为什么败了四次，最后还赢呢？可见你前面三次写的不好啊，干不行，对不？啊，不一定，有的时候你同样的理由一再弄的话哈，这一庭不采，那一庭采了。对啦，很多是这样，很多是其实哦，其实我们法律看懂了哈，理由就那一些了。写来写去就是那些，写来写去文字变来变去而已，就那么多。就是跨等就像娘了，都是安内嘛。哦，这个我不同意。他又反对，这个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理由真的是只有那些，但是 presentation 陈述的方法有好有坏啊。你像我们参加婚礼啊，我昨天就参加一个婚礼，跟徐旭东那个总裁同一场啊。那个男方给他的资料哦，都是用英文写的，这么长。那个男方给我的资料也同一张，那徐总裁在我前面讲话，他们讲完了，那我讲什么？同样的资料啊，我讲什么？所以哈、哦，同样的资料，你也可以有非常动人的陈述。法院哈、哦，决定押不押哈、哦，不是靠你的陈述迟早动人，是看你的法律理由够不够坚强。讲十次也没用，够不够坚强？你迟早都动人，又不是向女孩子求婚，迟早动人，感动她。你人家都看法条了，证据够不够，法条有没有构成，迟早再动人是没有用，空包蛋。所以讲十分钟跟讲一小时都一样啊。我从92年我们那个修改刑诉法啊，这个改良式的这个当事人主义到现在，我是觉得了，这么大的案子哦，特侦组这一次哦，不管说现在我们最那个。到底是刚我所谈到的，就是那个司法院54条啊，这个注意事项里面啊，要不要？我觉得最后总长陈崇敏决定，或者是今天特侦组的共同决定要提上诉，是提抗告是对的。那么只有说今天这个抗告呢，一定要好好的写，不管你把抗告当成对女孩子求婚也好，还是抗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文件也好，历史负责的，我觉得都要好好去准备。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，我们只期待是说，很多的考虑，真的，台北地院的综合庭、审判庭、合议庭
你一定要从国家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。虽然我们在法律上面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行政的空间，自由裁量审判的空间，可是你不能只从法条来看，还从国家的高度来看，整个国家的公平跟正义一定要贯彻跟执行。刘华，你觉得岳芳如这次会四次吗？会不成继续提，不成继续提？应该不会四次了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你要看他的抗告的理由，还有抗告的论述。真正来讲是抗告的理由，大家都心里有数了。那主要是论述了。那我支持沈大佬的那种说法，就是说，你抗告的论述是把你的理由讲的，除了讲的非常充分以外，你把构成要件。你也说，好比说张炫雄可不可能翻供，某某人如何如何，陈志忠会不会受到他影响？当然，这些他们都会写在理由书里面。但是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？我想，这个里面你还是以法官为主，毕竟这个案件已经移审到北院了嘛，那应该由北院。他自己本身再做一个裁夺嘛，有什么角度了？这是作文比赛，就是不，这跟作文比赛没关系，这很简单嘛，这现在很简单嘛。检方跟院方都认为他可能是重罪，这个没问题嘛。对，现在就是哪个会不会跑？不会跑。一个，你要没有周赞春讲到哦，周赞春讲的，周赞春就不会。那特侦，那你说会嘛？特侦组说会嘛？那最后谁决定？周赞春决定嘛？好。那会不会串证嘛？湮灭证据嘛？周端春说你要跟谁串？那现在唯一的就是说我能举出来哦，他可能跟谁串？可能跟谁串？你这认为可能性再高？我法院认为，你这可能性不高。要串早就串过了啊？怎么样？所以说你们讲认为说，迟早学得很好，很会讲，讲的周端春掉眼泪，你就赢了吗？那不一定啊。不是的嘛，理由就只有这么可以针对这几点讲而已、啊、就这三点啦、啊、对啊，这三点、啊、有什么好讲的？新的了，我真的不想讲了啦。你再讲，你基本上时间还有，时间还有，我就不得不讲了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说哈、哦，那个结构、那个理由、那个周律师所提示的这几点，这是好像骨头一个骨架。然后呢，你要举多少证人，有多少人可以被串证，那是肌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越讲肌肉越丰富，当然哦，那骨架还是一定，但是你第一次失败了，第二次失败了，第三次失败了，但是肌肉后来六块肌都出来了，你就赢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肌肉是你知道的多，还是特侦组知道的多？所以他知道他没有肉，他知道他只有骨头没有肉。你可以告诉他肌肉在哪里吗？他还要你来叫他说，你要肌肉哪一块补上去吗？不是，特侦组八个检察官不知道肌肉在哪里，但是沈富雄知道。不是那一次的需要你教他吗？不是，你以前我最好的也是哪一点？我来讲，我来讲，沈大一直说，就是说你不要指不会指导办案。我们一直都采这个态度，但是你现在就换了这个毛病。我没知道，他是说肌肉放在冷冻库里没有拿出来解冻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那一天他们起诉了以后，是居于亢奋的状态，全国人民都给予掌声。所以他去了那边，没想到说哇，这个样子是 unprepared， 你知道 unprepared 有肌肉也找不到肌肉在哪里啊？我现在提醒他，你的重点在肌肉，这样不可以吗？可以，赶快去找肌肉。好，我们先去广告。